这样不行啊！你是从刚刚前面就已经开始听到现在吗？对，我从你还没开场之前，我大概四点多就来了。哇塞，一个比一个夸张。没有，梅姐是从下水道出来。不是，我今天很兴奋哎，正在好好的听你们演唱歌曲，你还把我 cue 出来，我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因为呢，马上就要接棒了。接棒！你看，不会连你自己的演唱会在这边开都不知道？我还没有啊，这边没有哎，我是今天要来实习的。哦，要来实习的。因为我是接你下面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就在我后面。接棒啊！接棒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跑一跑，跑一跑，跑这个棒。不是，我今天呢，是来好好的实习一下。没实习什么？对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到大巨蛋，好紧张哦，好大哦，哇，好大！而且大巨蛋的那个尖叫声是不是还蛮大声的哦？很大声。那我想听一下大巨蛋的声音。我觉得如果不唱一下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唱歌吗？对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想点什么歌？可不可以？不该。真的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要吗？不是。我真的有。我可以站着吗？来来来来，阿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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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，点什么歌啊，杰伦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从你那边到我这边一共五步。好，那你们等，哎，等我一下，我这边有这个吊那个钢丝。哦，好，先给我安慰一下。我大概三分钟就到台上了，等我一下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。有没有什么歌曲？我其实从刚刚一直听到所有人点了好多你的歌，那我可不可以点你写给我的歌？连名带姓，或者是如果你也听说，连名带姓，对对。哇！你们要听什么？我们来，如果你也听说，要不要？歌词吗？歌词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一样都会忘歌词。但是你看这个荧幕多大，你看它那个下面还有字幕，你看。对对对对。那是什么 key 啊？当然是要因为你，而老师都会帮忙把这个 key 稍微。对对对。你现在老师，你知道我的 key 吗？他会跟哦，他会跟哦。不然他对雨欣老师，不然他就会被换掉了，所以。你们真的要唱吗 ？Hello，Hello， 我很紧张。突然发现你站了好久。Thank you.